大家好，我是平凡不平凡的疯癫少女米娅。今天呢，又是一集新手化妆挑战。然后今天的题材比较特别一点，就不是一般的妆容，我们要来画万圣节妆容。因为今天是几月几？10月28号，正常万圣节是10月31号。我也不好意思出一个万圣节化妆教学，所以我们就来个万圣节妆容新手挑战。因为我今天其实也没有很特定说我要画什么样的妆容，就是我不会去 cast 什么角色，我就是穿一个很单纯的百褶裙加一个一字领的上衣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应该会画一点比较小猫啊欧美的那种。首先我们一样先擦防晒。但你们看到这一集影片的时候，万圣节已经过了。最近皮肤状态不是那么的好，因为最近都很晚睡，黑眼圈很重。我们今天的底妆用一个气垫，新买的 Pony Effect， 这是韩国的品牌的气垫。它上层是有一个粉扑，但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个粉扑，因为它这个让你手穿进去拿的地方有点大，很容易就拍拍拍拍拍，它就松掉就滑掉了。它是没有弹性的，这边是皮革的。不过它拍出来的效果是不错，但是它这个让你的手握的地方我觉得设计的不好。它是那种网状的气垫，拍不太出来，但它是密网状，拍上去它是很均匀的，适合那种干肌的。它的遮瑕力算还不错哦。我真的不喜欢它这个粉扑，好难抓哦。我用我自己的 Salon 的这个，它这个就这边有弹性，就会让你比较好抓，拍在脸上就很像一块云朵。打出来的底妆也是蛮细腻服帖的，在这上面喷一点水在上，会让它比较服帖，然后比较保湿一点，因为我自己是干肌嘛。这个鼻翼这边很容易泛红，所以我可以多用一点。没有遮掉很多，差点忘了上额头。用这个1028的遮瑕，而且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眼下细纹，所以那眼下细纹就很容易卡。再用一点彩棠的遮瑕，选这个粉色，让它不会看起来那么假白。再用这个蜜粉安咪咪的，我这里都念成安咪咪。我先用这一盘 Himi 的眼影来上一下眼妆，它里面就是有一种焦糖奶橘色。我自己平常其实比较喜欢上粉色的系，但是今天如果要妆浓郁一点的话，我还是想要上大地色系。最浅的颜色先在眼皮打个底，让后面的妆容更显色，然后用中间的这个肤色上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，这样眼睛看起来比较深邃一点。再用最深的这个咖啡色，像在眼尾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，还有这个下眼睑的部分。嗯，好奇怪。然后我们用这个刀锋刷沾一样刚最深的这个咖啡色，像在我们的下眼睑靠近睫毛根部。好像有点变成狐狸了。好，然后用这个鱼粉带一下卧蚕，今天卧蚕可以画的夸张一点，这个颜色好像不太适合当卧蚕。我们用这个修容盘好了， Essence 的，我真的觉得卧蚕真的超难画，好丑。再上一点那个亮面，远远看好像还行吧。继续最亮最亮最粗的这个闪，很闪哦，爆闪，好闪好闪。我们来修个容，用这个彩棠的，这边立体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平地起高楼，用人中可以修一下，会比较像猫咪的那个，有没有？我们上一个那种很少的晒伤妆腮红，腮红我们拿这个安妮妮的最深的颜色。我们可以上一点打亮在这个眼下的地方，然后让这个腮红更立体，对，它就边界感更强。然后它现在还有点太粉，但是我的眼妆是大地色系，所以我会再用这个腮红刷沾一点这咖啡色的修容，然后叠一点在上面，这样看起来会和眼妆比较搭一点。加一点雀斑，我用这个很细很细的棉花棒，然后也是沾刚刚的修容色，好像从猫变鹿了。我们来拉眼线、睫毛，加睫毛的无印良品这个加睫毛真的超好用。
其实这个如果戴一个美瞳会更有感觉，但是我不是很想要折腾我的眼睛，因为我的眼睛最近状况不是很好。 Maybelline 的眼线胶笔，拉一个小猫眼线，这下面太圆弧了，其实应该要开一个眼头会比较好，但我自己真的很不会开眼头。睫毛膏我用的是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耶。你不觉得刷睫毛膏是一件超疗愈的事情？但是我超级讨厌卸睫毛膏，睫毛膏超难卸，蟑螂触角。这个睫毛膏也是咖啡色的，它不是黑的。好长好长的睫毛。好，口红擦个橘红色的吧，之前在唐吉诃德买的这一支，它是有点焦糖砖红色，然后雾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。再叠涂一点这个在日本买的，它是有点烂番茄的颜色，之前在五支爱用素颜口红里面有分享过它。好不习惯刘海，好卷。刚跟妈妈借了这个她的咖啡色染眉膏，她戴了一个假发，长发的假发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妈长发的样子，我小时候还是长发，后来她剪短。我第一次用染眉膏，因为我今天整体妆容偏咖嘛，所以我就想说眉毛太黑了有一点突兀，让它稍微柔和一点。有差，这边就比较和谐一点，这边就会太生硬了。好，去换衣服，然后装扮一下。嗨，大家，我混合衣服回来啦。然后我还贴了两个钻在这，戴了一个小恶魔发箍，然后这边绑了两个辫子。衣服我穿的是这样子，一个 Nike 他们家的一字领的衣服。其实这个已经买了好几年了，但都没有穿过。下面配了一个这种工装风的百褶裙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咯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这个万圣节妆容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